华叔带你去开溜，我能给咱带我们去开文化三馆去说说啊。开文化三馆呢，你对馆、文化馆、博物馆、三馆海。我看好像说他前年后是这种是开始于设计理念，就是根据开跟出名的一类画家、民族画家、社会画家林友华先生所写，将政治卖搞土地，将地理短期效应为设计理念。关于整个的项目单位馆呢，全说他的政治，告诉呢文化是说他带着地理化力量的政治，可以对人的思想和内心的情绪上军方啊。据那段看呢，要全国去上军机上运靠全面，且全面那里受众就是可以历史化文化。三观跟那是你跨一百年生活建立动根，重点于你点高七亿，根据面积达到三万的六百二十点四平方米，地上是正地下是正。整个项目的分为三个区，三个区都比较独立，社区一旧市镇为博物馆，东区一旧市镇为文化馆，东区一旧市镇的图书馆。对了，东区图书馆一旧呢镇完成了内务重要开始是开放外，其他的南区咧，嗰啲人内务重要。说讲到图书馆，我就向阿妈每朝都看花喎。我头先看见朱望镜嘅主家朱望世嘅主，正要换两个山堆每件硬盘啊，小龟每件个袋住啦嘅感觉。别人看见人视频啊，别人讲我压力啊，要要文化。其实我压那只啊，别人只啊，你哪在哪了？做对某人对某事，我对哪了咯？伊拉旁边见了来的小姨有难事，我正在家中带着只啊，个人对也看住。但个人你只哪话看住啊？边个人对出来啊？看了抽屉啊，看电视啊，好压力咯。其实可能全国之间呢，都是真个短视文化教育的。古日可能正确，而且呢，就被多主演。可能在古来蓝电主演呢，就是在宣传、汇报、安宁处理的。可能古语讲啊，用剑那么推猪啊，不与水老对；推猪推咩啊，不与水老停。今日搞只对话啊，肯定精神，而且我想咩，但对人冇只咩咩起这款的猪。现在的这都可以明显就看了，真正的有你样卡对来摸搞一两公的感觉。过去呢，那讲做啊做啊，说讲你三十八十年的咩水老嘛，我计好没算咯。我这款的对话，我按照你做，照你看，结果来刚刚去到人见啊，去卖猪哟。两个啊，不不列猪嘞，卷不列猪嘞，打看猪嘞，做毛草啊！看人家猪毛生，我爱养的猪啊，到两眼我算什么不搞泡面铺啊，老猪不搞美容的感觉。我这两眼一个推猪推咩系噶，古月啊，一滴滴情侣咩相当。文化咧，莫靠咧，在那度的二零二二麦全二个艰难妇女不一样。你莫话讲啊，女仔皮撕皮呢，我度的讲啊，每日过段女也肯定过段更多，度的眼二记录其实就那也系多。以前话，有时间我看过你多的艰难看你样猪啊，也全是你样子啊。只系也感觉咁冇文化也可怕。今日我能看到就看到到这哦，阿伟伟，走啊，继续看到。